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金文峰，欢迎大家收看维罗 channel。咁啊，开始讲之前咧，亦都提一提大家啦，记得去subscribe 我哋维罗嘅 channel 同埋橙新闻嘅 channel 啦。咁啊，最紧要咧都系多啲留言，同我哋讲下你嘅意见同埋谂法嘅。咁我哋今日咧就讲少啲政治，讲多少少咧呢一个体育。咁啊，大家都知道啦，嚟紧系已经举办紧啦，就系东京奥运会。咁啊，虽然就迟咗一年啦，咁但系而家咧都正式开始咗啦。咁我哋嘅中國國家隊啦，同埋我哋港隊咧，其實都有好多嘅運動員咧係參與嘅。咁啊，大家記住多啲幫佢哋打氣，亦都希望佢哋咧今年有一個好嘅成績啦。咁啊，講奧運咧，其實咧除咗話平時可能一啲傳統嘅項目大家都比較多睇噶啦，例如可能大家比較中意嘅女排啦、體操啦、田徑啦、游泳等等呢啲大項目。咁但係咧，我除咗呢啲大項目之外咧，我今日反而想講一啲新興嘅項目。其實大家可能都會留意到，其實每屆嘅奧運都會有啲新興嘅項目嘅。隨住可能唔同嘅參與人數，每年每屆啦，或者每屆都會有啲新嘅項目加入去啦，有啲舊嘅項目俾人踢走咗。好啦，咁今屆就會有五個新興嘅項目嘅，包括咧係呢個空手道啦、棒球啦、攀岩、滑板同埋呢個滑浪嘅。咁啊，呢五個項目裏面咧，其實又好有趣嘅喎。咁啊，未必五個都留到去下屆嘅巴黎奧運。咁啊，據收到最新嘅消息啦，就係下年咧，即係下屆啦，空手道同埋呢一個棒球咧就會被取消。咁啊，法國嘅巴黎奧運會多咗邊一個咧？就會多咗呢個霹靂舞，即係 break dance 啦，即係或者我哋見到嘅街舞。咁我哋會見到咧，其實每一屆都有啲新興項目，特別今屆有呢個滑板啦，同埋下屆嘅霹靂舞，其實都係我哋一啲所謂嘅 X game， 即係一啲可能街頭嘅運動啊，或者叫極限嘅運動。咁啊，呢啲運動咧，如果咧，可能大家就一開始會聽到就會覺得啊，會唔會係一啲即係唔係好正統嘅運動？當你一講到體育咧，就一定係諗起嗰啲跑步啊、跳水啊、體操，而一啲項目包括啱啱講嘅滑板啊，可能我哋香港人咧一般傳統以為咧就會或者有個感覺就係、是、啊，可能一啲小朋友佢哋唔讀書就可能叫做一俗啲叫躝街啦，咁佢出去咧就自己去玩呢啲叫做街頭項目。咁但係其實咧，我都希望大家有一個諗法咧，就係時代會改變嘅。我舉一個例子，我哋其實如果我哋去到80年代或70、80年代咧，其實當我哋上到去波樓啦，即係篤波啦，即係玩桌球嗰陣時咧，有一段時間咧，大家就會覺得啊，上邊可能好個環境好嘈啊，好唔健康啊，甚至會有黑社會喺裏邊，所以都唔係好鼓勵咧我哋嘅小朋友或者年輕人咧上去波樓篤波啊。但係後屘咧就有一個香港運動員啦，而家都其實都係現役嘅，就係傅家俊。咁佢出現咗之後咧，就大家就開始正視翻啦。咦，其實英式桌球 snooker 其實都係一個好正當嘅運動嚟嘅。咁啊，後屘我哋亦都本土又培養咗好多運動員啦，例如港隊我哋嘅一姐吳安兒啦。咁佢其實喺世界賽嘅戰績都即係世界其他比賽嘅戰績都非常之好。咁大家咧就會開始認同呢一個運動。咁啊，調翻轉啊，喺而家咧其實除咗奧運裏邊啦，我哋啱啱講到譬如滑板啊，同埋霹靂舞呢啲咧，大家就會覺得可能係一啲平時唔讀開書或者邊青佢喺街度冇嘢做啦，就去玩啲運動。咁係唔係咁樣？其實都唔係啊。例如今屆啦，其實我哋見到有一啲玩滑板嘅選手，可能佢其實喺平時嘅國家裏邊咧，大家都覺得佢可能冇乜前途啊，自己喺度街嗰度亂咁玩。但係佢哋今屆咧就成功為自己嘅國家爭光。咁今屆咧，我哋知道啦，滑板嗰兩面金牌咧，男子同女子咧都係日本嘅選手攞到嘅。而特別要提到咧，就係女子個滑板冠軍，佢今年只係13歲啫，就已經成功成為呢個奧運冠軍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我哋都想提一提咧，就係話時代係會變嘅，我哋亦都要多啲了解一下年青人究竟佢哋諗緊啲乜嘢嘢。喺其實除咗啱啱講嘅項目之外咧，其實亦都有好多街頭運動，例如跑酷咧，其實都係爭取緊去入呢個奧運嘅項目裏邊嘅。咁呢度都分享多少少啦。其實點解會奧運會開始吸納呢一啲所謂街頭嘅項目咧？其實就好簡單嘅，就係奧運咧，當然希望越嚟越多人留意、多人參加係最好嘅啦。咁但係一啲傳統嘅項目咧，往往咧嗰個參與人數咧係越嚟越少。相反咧，一啲我哋所謂嘅街頭項目或者 X game 或者極限運動咧，年青人參與係越嚟越多，所以亦都逐漸咧成為一個叫主流嘅項目。咁奧運會其實或者奧委會啦，其實都從善如流，將一啲越嚟越多人參與嘅新興運動咧，去納入呢一個嘅叫做奧運會裏邊。咁喺呢度咧講咁多，其實都係一樣嘢嘅啫。
即係我哋都希望我哋自己香港政府咧，都可以多啲留意翻呢一啲新興項目。咁當然我哋明白啦，即係喺奧運啲會裏邊，或者港協暨奧委，或者我哋好多奧運總運動總會裏邊咧，咁傳統項目依然都係比較多嘅資源啦，亦都多人留意嘅。咁但係新興項目咧，其實佢哋嘅發展趨勢真係好快。即係我哋希望咧，即係香港政府又好，港協暨奧委會又好，都多啲留意一下年青人喜歡參與嘅項目。即係可以照顧到一啲新興項目，令到佢哋咧都可以有更加多嘅機會。一啲項目其實如果發展得好咧，年青人都係多啲機會，除咗可以成為一個正全職嘅運動員之外咧，佢都可以多啲機會攞多啲唔同嘅贊助啦，甚至可以成為佢哋一個謀生，即係唔一定係全職運動員，甚至佢哋教班亦都係一個謀生嘅一個方法咯。其實亦都係一個叫新興嘅產業嚟嘅。所以希望香港政府和我們的港協暨奧委會可以多多留意新興的項目，可以想到一些方法去資助他們的發展。今天講到這裡先，我是金文峰，再次希望大家可以贊好我們的短片，也可以 subscribe 我們圍爐的 channel。 拜拜。